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。在《魔导少年》这款游戏，很多时候会碰上复制人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复制人吗？复制人就是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角色。在 SS 魔导士晋级的关卡，有一关就有五个长得跟你一样的角色，那就很难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装备脱掉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就不用组队，一个人打就好了。好，本片也马上开始。假如你是练攻击角色，那你没有脱装备，这个复制人出现五个，哎，真是受不了啊。哦，如果你是练捕尸，那就是五个捕尸一直补血啊，所以头很痛哦，头很痛。好，对面的复制人跑出来了一个两个，哇，看了就觉得很害怕。可是我们已经脱掉装备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对面的游戏狂人能够对我们造成，你看看这个伤害值有没有？哦，只有打2000-3000，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好，哎呀，这个米拉真跑出来干嘛呢？哇，你看我们宠物马上就倒了。哦，这关还是相当难的。我们的老头才第一回合就剩下一半的血了。等一下也马上轮我们做一个反攻了。好，第三个第四个，哇，是四个复制人才对哦，我记错了。当然如果你没有狂人这一只捕尸，你也可以使用温妮来作战。好，总之我们把装备脱掉，你看看哦，刚刚这一波攻势已经怎么躺成一片啦，看来还真的差很多。由于装备本身也是加了很多血量和攻击，脱光以后就剩下这么几只怪物啦。哇，又来一个哦，还这一次真的是五个六个，还来啊，太可怕了。然后等一下对面那只王也是很可怕哦，他跟这个传说宠物的攻击一样，而且你看打一次打了13000啊，我们主角也倒了。这样的情况还能打赢吗？当然一定要打赢。不过这个复制人目前已经出到第六只了，像打这种关卡，你没有把装备给脱掉，几乎是打不太赢的，因为太难了。好，我们做了一个复活，再一个反攻，哇，这个暗影刺杀还是非常的痛。不过我们这一波攻势看来小兵也越来越少了，看来离过关也越来越近了，我们就再熬一下。哇，又倒掉了，马上到了第五回合了。我们也看到画面中的怪物越来越少了，目前剩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到下一回合应该又可以躺很多了。第六回合就剩下最后六只啊，最后五只，最后四只，我们再一个步枪攻击。好，看来对手这一次要解决了，复制人也再也没有爬起来了。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进阶为 SS 魔导士。好，最后一发解决他。啊，这个老头还是打得挺好的。好，160000的经验，马上向学长禀报一下委托结果。哎呀，还有一关啊，我忘记了，怎么办啊？好，当然也只能继续作战，所以我们马上把装备给穿回去，看看这一次还能单打成功吗？好，穿好了，发起挑战。这一关相对比较简单，总共就这四个小喽啰而已，还不赶快弃械投降？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哦！狂人带着五只角色，还有一只非常可怕的动物。好，当然这个可怕是我自己说的。哇，我们的这个艾尔莎练起来还是挺好用的。好，咬他。
你们看这一关比起刚刚上面一关还真的是轻松很多，不过我们主角还是躺了。好，再撑一下，也快结束了。对面那个还做了一个石化，哦，又躺了。好，这一次应该可以顺利晋级了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挑战成功，晋级仪式，哇，庆典要开始了。最后狂人成功变成 SS 级魔导士，挑战成功。好，本期影片告一段落。怎么这么多米拉针啊，哦，看起来很可怕。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，千万不要玩魔导少年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